Hello，我是小星星阅读大师，我的名字叫做胡新月。我今天要讲的是乖乖慢吞吞。有一天，乖乖都慢吞吞的，慢吞吞的都慢慢吃，慢慢慢慢吃吃。你看，然后他刷衣服也是慢吞吞的，然后公车就很，公车都快要跑掉了，那个。乖乖都说啊，来不及，来不及了！你看，然后妈妈就牵着他说：“赶快，赶快！”妈妈就生气，然后乖乖要出门了，吃餐食，要睡，要去公园了，但是妈妈。还是喜喵喵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乖乖还在调皮皮，乱弄乱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妈妈就说：“赶快呀！”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帮他刷衣服，说小不肉的。然后他去公园的时候，不小心忘记那熊熊跟水壶，但是他又等不及回来拿了。然后乖乖好像是不是那个松鼠跑出来说你刷反了原来然后乖乖就等来等去的，他说慢吞吞的还是可以第一名的哦。然后乖乖就等了好久好久，朋友都不来，然后乖乖就好无聊，都自己玩，好无聊。他等来等去的，在公园的溜滑梯溜下来，然后又在这里啪啪啪躺在地上，然后他都哭着哭着，然后熊熊他都跟他说：“你是不是在等朋友？都还不过来呀？”等了好久好久，然后是不是呱呱都妈妈帮他收玩具。然后呱呱都慢吞吞的不收玩具，就想要接着就去，但是他没收玩具，他都躺在地上。然后他是毛毛，毛毛，毛毛是不是慢吞吞？都没有吃完饭，然后是不是他谁？可可，可可都喜欢早，
都没有穿完衣服，所以他就发烧了。嗯。然后他是圆圆，圆圆都圆圆就躺，从早上他起床就躺在这里，又不想出门，太阳都脾气。然后乖乖都肚子咕噜咕噜叫，都还没来，等天上都快黑了。然后回来之后，盘子上都没有食物哎。然后乖乖就去找妈妈说：“我肚子好饿，我想吃东西。”然后妈妈说：“啊，这个杂志好好看哦。”啊，这个电视好好看。然后再玩手机，然后他说：“哦，原来是做梦。”然后乖乖就扛过去，找妈妈，找妈妈。可是乖乖的妈妈，然后她爬上椅子，看看，原来妈妈不是慢吞吞，然后她就跑去找妈妈，抱抱她，说：“宝贝，你怎么啦？”然后她说：“你。”然后她说：“我肚子好饿，但是。”原来你不是慢吞吞。希望你喜欢我们，喜欢我讲的故事。我们是小星星阅读大师，我叫吴新月圆圈。拜拜。拜拜。